护发素呢，我有两个小秘诀。第一个就是在头发上停留1分钟，就是有一个时间让头发去吸收护发素里面给头发的营养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用到发泥呀或者发胶这样的定型的东西，不是那么好洗，你会先用护发素用在头发上，然后这样也是先要揉一下，然后再用洗发水洗，再用回护发素，你会发觉洗得很干净，然后头发也很有营养很健康。有些护发精华它会很黏很腻，但是这款就很不一样，就你看它里面的成分其实是很多精华油，你把它放在手上，你会发觉其实是很清爽的，轻轻一按，哎，吸收的非常的好。发质的健康是最重要和一个基本，有了这样的明星发质，你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明星。